哇！哇！拿起来先吹的啦。又全部都是泡泡了。拿去洗洗，太多泡泡了。你今天吃饱了吧？你今天吃的几个泡泡？你看，好，先拿去洗一洗。哇，又装了一大堆的泡泡了。对呀、啊，老婆，你不要把它用洗哦。爸爸，你看地板都滴得湿湿的哦，等一下走路要小心，会很滑。哇！这么大，哇，来比喻一下，耶、这个是依依吹的泡泡纸，你的叶都是这样，为什么你的叶都是？那是肖老师教你的吗？太丑了。为什么你的叶都是是谁雕的啊？嗯，跟妈妈学的哦。嗯嗯，这破掉了。那你在吹新的吗？我要吹大的。那我要吹小，那我要吹大的。大要粘一下，一粘一下就拿起来吹。嗯、啊，又头黑了。哎，去破掉。去漱口，你赶快。